选举是国民党他们内部的事务，但是我想市长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好好的做事情，把事情做好好，让市民满意。一个人一天的时间都是24小时，都是有限的，所以那未来选举怎么进行，民众在民主的时代就是讨给，我们就不评论说他选举的一些活动。以高雄的发展来看，最重要的工作还是高雄未来的产业转型。南部过去长期以来重北轻南，那样扭转产业发展跟城市发展的一些瓶颈，这个其实还是我们最关心的重点。这几年包括亚湾2.0的计划，或者是国际的这些大厂来到高雄投资、桥头科学园区等等这些重大的计划，我们也都非常感谢蔡总统、行政院大力的一个支持。城市的发展是要中央跟地方密切的一个合作，我们也会持续加速我们高雄的产业的发展，我们也要很努力的做，就专心的把我们市政的工作做好。